大家好，我是瑞妈，今天跟大家分享这种相边起针法，它两面都是辫子型的。你看这面是辫子，后面这边呢也是辫子型的。它一般用在围巾的底边、休闲毛衣的底边或者是袖边，还有毯子的边缘。下面我具体演示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瑞妈，我每天中午九点半开播，晚上七点半开播。直播间里分享的东西呢，都是我们居家过日子离不开的好东西。 也都是我用了以后感觉特别好用，才把它分享给大家的。希望帮助到大家的同事呢，也给自己有一番收入。欢迎你们来到我的直播间。首先，我们十字绕线，这样起三针，两针，三针，三针起完以后，第一针织一个下针，把线套脱落；第二针织一个下针，线套不要脱落，把这两针穿回左边针上。这时，我们把。 后边这一个线套就可以把它拆掉了。起三针，我们只用两针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把第一针织一个下针，线套脱落；第二针织一个下针，线套不用脱落。把这两针穿回左边针上。后边就重复第一针一下，第二针也是一下，但是第二针的线套不用脱落。 把这两针穿回左边针上，后边就重复一下，第一针一下脱落，第二针一下不用脱落，把这两针穿回去。我们呢后边就这样重复起，起够你们需要的针数。我就起了这么几针，你们看，现在已经正面呢，它是一行辫子，侧面呢也是一行辫子，就是底下这一块呢也是一行辫子。 它是两行辫子，特别漂亮。这个起针法我分享完了，下一期给大家分享它的收针方法，就是和这个起针方法对应的收针方法，我下一期给大家分享。今天就分享到这儿，想看更多的视频，请点击我的头像。谢谢你们关注，我们下期见。